最近都在给2022立 flag， 敢不敢来玩一点不一样的 flag 挑战？好啊，这个要不要？要吧，在舞台上的机会又多了很多。那，那这个就不要了。真的不要吗？不要啊，什么美食？不要。真的不要吗？不要。拥有更多白 T， 其实这个没有的选择，我一定会有更多白 T。要。哇，早睡早起。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做到早睡早起。那就要吧，继续要。哦，贡献更多表情包。这个其实不是我可以控制的，因为我自己私底下也就是反应比较大，表情比较夸张。要，下一个要，那我已经要了。哦，1月15日抖音直播嘉年华，我们直播见，唱给你听。